日前 baby 在网上个人社交平台分享活动图，我不冷我不冷，安装的 baby 参加活动穿了一件无袖的连衣裙，可爱又优雅。不过 baby 也是真不怕冷，女明星们也是不容易。不过 baby 此次的造型可是让人眼前一亮了，只见 baby 穿着最新款的高定礼服，不得不说品牌的礼服和 baby 就是完美的互相融合，妥妥的公主风，让 baby 走下台阶的瞬间像是把大家拉到了迪士尼动画里面。银白色的薄纱加上大面积的银线刺绣，很好的增加了整身的华丽感，远远看很像锡纸感觉的刺绣，更凸显了整身的独特。虽然礼服的款式和常见的公主裙没有太大的区别，一样的高腰线，一样的拖地大裙摆，但是独特的肌理感加上领口的完美贴合，加上 baby 高扎的丸子头和精致的妆容，真的是太养眼了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